为自己新的年度帮我们庆生，帮我们庆祝，一定要跟大家一同携手继续打拼。好，非常感谢刚刚所有的会长们的与会。然后紧接着我们现场朋友可以先来放心的好好的用餐。对，我们知道今天的酒一定是不可以少喝的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。那在大家的用餐时间里面，我们今天在台上安排了非常棒的节目演出，我们首先就要来欢迎今天晚上的第一个节目。好，来，我们都知道了，既然是青商会，我们非常重视我们新一代我们年轻人的一个不一样的发展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非常有意义，我们都要邀请到哈一位年纪非常的非常的小，虽然没有到现场的这么幼龄的小朋友，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年龄，而在这个年纪里面有非常不一样的成就，所以我们要有请的第一位演出者，他叫做 Olivia 谢雨涵，来，我们欢迎雨涵，请上台。我看到今天台上这一组，哇，雨涵先跟大家打声招呼了。我们看到这一组非常漂亮粉红色，对 ，pink pink 的这一组鼓，就是雨涵，他今天要为大家来演出的一个爵士鼓的这个表演。所以呢，待会呢，我们先有请雨涵先为大家，也先为我们的这个刺桐还有无期两会的收听会，先展开一个气势非凡的开场，之后我再好好的跟我们今天这位可爱的小妹妹来聊天一下。好，来，现场的朋友，我先问一下，雨涵你准备好了吗 ？OK 了吗？好的，那现场的朋友，我们的双手也不可以输，好不好？来，用力的掌声欢迎谢雨涵。Thank you.
不好意思，两位会长，你们是想要干什么？两位会长，他才12岁。